是不规则的。跳过去这里了，跳过去这个龙的部分，不但要摆不下去，不能看，以及也应该要改变的，可以摆的，也是分成两次的，因为你不可能一次就是很亮。过度的那个中间的感觉，其实它是要应该是有吧，毕竟还有几块那个这种橘色的做铺垫。这个地方显橘色，显橘色上面才鹅黄色，你不能直接就用很浅的色，橘色然后再鹅黄色，深橘吗？对，应该是树，所以我在画的时候，我是用这样，而不是用平的。哦，那个